这不就是我前几天刚买的爱多美浓缩洗衣片吗？只要一张，这太方便了，让我研究研究啊，这是怎么用来着？啊，超高浓缩中性洗衣片的清洁成分，在冷水中也能够发挥强力的清洁效果，渗透各类污渍和污垢，无论是机洗还是手洗都很方便，仅用一张就能洗一堆衣服，不仅呢在家里可以用。外出旅游和出差的时候，携带也很轻便，也不占什么空间。那像这样纸巾型的洗衣片呢，免去了计量的麻烦，也不用再担心飞粉。衣服少量的时候啊，还可以撕开使用，经济又实惠，节能又环保，而且啊，还是多效合一，添加了纤维柔顺剂，洗护结合，不用再像以前一样，一件衣服要洗好几遍了，可又防静电又防变形。洗衣服再也不是什么麻烦的事儿了。另外还使用了无过敏香精成分，宜人的淡淡花香，还分前调、中调和后调。我感觉这穿了这衣服啊，这香水都可以省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添加了亮白的功能，不用再担心因为洗涤掉色啊、串色，让衣服保持原有的亮色。又是一款一站式轻松搞定的产品。这爱多美呀，就是把我家的瓶瓶罐罐都给省了，做个快乐的爱家人就是那么简单。老公，出差行李收拾完了吗？这要去4天，行李怎么只有这个？哦，一条就够了。是吗？一条。哦哦哦。老公，厕纸。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一片就够了吧？那。一张紫菜就够了啊。我的老公就是只铁公鸡。洗涤剂都去哪里了？我都收起来了，因为有这一张就够了，只需一张就足够。爱多美洗衣片，张口闭口一张一张，一张洗衣服哪够啊？看好了，取出一张，把它放到衣物上面，然后启动洗衣机就好了。就够了，不仅可以去除各种污渍，味道也超级好闻，而且不含过敏源，还有增白功能。考虑到环保，还用了天然成分、淀粉、甘油、广麝香精油、椰子油、脂肪酸，还可以手洗，能快速溶解于冷水中，是不是很方便？还可以撕开使用，让整理变简单。一张洗衣片相当于55克洗衣粉、60毫升洗衣液呢，不必称重。你看，一张真的够吧？来，零花钱一张就够了吧？1万韩元稍微有点儿，我也老大不小了。谢谢老婆。够了，机洗手洗功能双管齐下。快使用爱多美洗衣片吧。只需一张就足够，爱多美洗衣片。